Thank you.东部二十二斗道龙要掷颠多少？二十二个斗，兄弟打六十个差不多就要掷颠了，打六十个差不多准要掷颠了。三个飞机打51个，我给你打六十个，一个飞机相当于打二十个。你要打的话，你就下单，懂吗？三个飞机打51个，我给你打六十个。一个飞机相当于二十个，打的话就下单。今天可以给你搞定，今天可以搞，可以搞定，兄弟。你是苹果手机吗？中奖我吃欧利该。你是苹果手机吗？你是苹果手机，你就加我微信，我给你官方充值链接，也是1:1的。俩飞机多少豆？俩飞机也是一个飞机20豆，给你打兄弟，多打一局嘛。一个飞机就打17个豆，两个飞机就按20豆给你打，因为两单起步优惠一下嘛，好吧？两单起步都给你们优惠一下，加我微信，我给你官方充值链接中奖，然后你直接用我的这个官方充值链接充值就好了，1:1的，充多少是多少，不会多收你一分钱。还能卡个牌子，四川，你们两个现在谁刷谁就先上号，白还有中奖，你们两个现在谁刷就谁先上号，这么简单，就很简单的事情。我知道有挂，我知道有挂。两架飞机打到200的，我给你打到2000个豆，好不好，医生？啊，我给你打到2000个豆。什么意思啊？怎么个事儿啊？不让我排了呗？怎么个事儿？你剩俩飞机你就直接刷呀，你还充什么？对不对？你剩俩飞机你就直接刷了呀，还充飞机干嘛？哪来的你钱那么多啊？飞机干嘛？是多少钱一个豆？现在看豆的，看你们的豆数。我操，布衣四郎，你那个号那天都帮你打到荣耀之巅了。给你上了他妈的有30-40个豆了还不知足吗？伊斯兰，对啊，早上晚上都一样，这房管都往后先靠一靠，3个豆，我打完这个就可以打，这个150分很快的，懂吗？我铁 AK 了我，你感觉我会打得慢吗？兄弟，你感觉我会打得慢吗？我铁 AK 了我。